很熟悉耶，是很像那种很正式的衣服啦。打开我们是三个麻瓜，我是小兵。今天我们要进的是看颜色猜角色第二集。今天就是我当怪兔啦，我一样准备了20题要给你们猜。那题目的提示如下，请问这是什么呢？那上次的比分是1-25，大获全胜。这集要骄傲加油哦。好的，我会骄傲的。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。Start！我这一次出的比较难哦，你们应该是没有办法一直秒答。对，男的对我比较有利。那如果你们不知道人名的话，可以叙述没关系，因为有一些人比较……他出很难的角色。史莱姆特。第一题是简单的啦，还是暖身题啦？第一题。啊，那个……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我是虎将。没有，你先说完悠人，可是虎是一起。好，那都加分了。好了，都加分了。好了。可是你确实说悠人比较快。想不起来名字哎，好难。对，我在想名字。太晚了。对，刚才方安说武打。第二题。啊，那个悠人。谁啊？他说九姨啊。他说九姨比较快。你说悠人了。我有听到哦。悠人了。你说有了了。你们太快了吧。哎，而且我们转换很快，刚刚是动漫，现在迪士尼。很完了，我刚刚说比较难，好打脸自己。哪里比较难？第三题。那个我知道，那个娃娃，那个娃娃，那个游游戏那个娃娃。啊！我刚刚以为是那个哎，胖完美的小猪哦。没有没有，不是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而且你不是扮过他吗？有扮过他的哦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哎，方案机很强哎。我真的很强。第四题。安娜美，哦哦哦，哎，他这样变平胸了。平胸我还猜得到强。这题蛮难的呢，因为蛮难发射。第五题。哎，那个青铜比亚不是那个高级分的啊，高级分的啊，高级分的啊。哎，对，你也是。我先的哎。我不知道，他在说青铜比亚，然后后面我没听到。一起啦，我觉得差不多一起。去看回放啊！一起啦。我觉得是我先的啊，不行，我怕我后面会输，我觉得要一起，我不能让分，对不起。最后如果我输一分，我们就要看回放。好啦，奇诺比奥跟唐吉诃德，就都四个字啊。我还做了提示，我又白做提示。哇，这个提示有点简单。这个有名字，叫做 Dolphin， 就 Donkey Penguin 哦。第六题。那个马里奥的那个另外一个弟弟，路易吉，对，你先弟弟啊，对对 对， 對，我以为是那个七龙珠的那个魔王，你有想到是马里奥的吗？没有，我刚刚一直在想是七龙珠的。加温了没？我加温。一样。我平手。你看，不能让任何一分。下一题。大蛇丸。哦，对耶，对耶，好强哦，好强啊！没看呢。哇。我一直觉得这个肤色怎么那么阴暗，我就先就好厉害，今天有这个。下一题，终于有一个比较慢的，这是那个萨尔达传说那个啊，我知道了，波吉的父亲，错，这人家国王啊，因为他有胡子的感觉，他是长袍啊，是吗？是胡子，所以他是领巾，嗯。我觉得这个颜色有熟悉呢，一定有。好了，要看提示吗？看提示好了，提示哦。噔，这个小伙伴，橘色的，我觉得好熟悉哦，好熟悉哦。是金发？是狐狸吗？对，因为那个颜色就是狐狸耶。这个一定是长袍中间系一个带子嘛？宕机了哎。你可以跟我们讲是动漫领域吗？不是动漫的，应该迪士尼吧？不是迪士尼。狐狸，狐狸。是可爱的狐狸，对，就是狐狸，可爱吗？完了，是狐狸，是真人吗？不是，所以就是宫崎骏啊，不是，他电影哦，他也有电影，游戏啦，不是游戏，天哪，他的画风比较就是小王子啊，白痴啊，哦，是围巾啊，哎，我真的不知道哎，狐狸的小伙伴，我们怎么没有想到？白痴啊，暂停。
那个保家康帝。很保洁你。他的肤色就是比较好认，对，他不会穿鞋子。下一题。我知道西索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是就是那个、啊，哎，是猎人的、哦，不是。刚刚有想到，结果我一讲西索又歪，就想不到了。戴红色帽子，就红色的东西哦。不是，就是坏人啊。不是坏人，不是动漫的。Kiki 呀、啊，魔女宅急便呐、啊！哦哦，哎，对耶、啊，这个有难呢。对，还会有宫崎骏的、哦，他一个西索全部歪掉。我开始想那个戴红帽子的坏蛋，有点像西索。下一题。啊，蜜、欸，哎，蝴蝶忍。对啊，叫毁灭的啊。我猜蜜你不会蝴蝶忍。哎、欸，如果你是香奈惠，我就翻脸，因为他的配色差不多是这样。哎、欸，平手了。他超过你。好，下一题。哎、欸，呀，代打。他很喜欢播那个国王排名哎、很熟悉哦。很熟悉耶！天哪，竟然没答出来。我以为会秒答哎。那是皇冠吗？不是皇冠，是头发、啊，然后这边是那個皮拉提斯领结 啊，这很像那种很正式的衣服啦。啊啊！过来，挥手一甲。啊？什么？挥刀一甲。黄昏。啊！挥刀一甲，挥刀一甲，我讲错了，挥刀一甲。咻！想要跟黄昏一样变成超强的伪装易容大师吗？只要 NordVPN 就可以让你在网络上隐藏自己的真实 IP， 随时伪装成任何国家的人哦。NordVPN 可以为资料建立加密通道，隐藏你的 IP 位置，保护你的线上身份，就可以像黄昏一样完美无破绽，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你的线上活动啦。NordVPN 最吸引我们的是可以存取区域限定网络内容，在追动漫、电影、影剧的时候使用，就可以收看来自各国的区域限定内容，有够划算。想购买地区限定贴图也是，使用 NordVPN 就不用找代购啦。它使用起来也非常。容易按一下就可以连线，而且网速超快，提供连线测速证实，它是业界最快的 VPN。他们现在有特别优惠企划，订阅两年的配套即可免费额外获得四个月的优惠哦，30天内更可以无条件退款，而且保证退款无风险哦。对 NordVPN 心动的大家，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栏链接看看哟。比较很激烈 ，Oh my god， 7-7啊！好，下一题。就是76就是那个啊，76唐吉诃德，他的配色也太多了吧？其实我在做这一题的时候，心里想说，这题好像有点太难了。卡比里面那个企鹅战魔王，哦哟，对，但是好像唐吉诃德那只企鹅超像，超像，就是因为我太爱卡比了吧？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我不知道。滴滴滴大王。对对对，他名字很蠢，他会这样子用锤子揪，然后那个会有星星卡在揪，他是算是初期的大魔王。他是卡比宽混。下一题。高飞哥，高飞，高飞。不，哦，对，高飞啊。他太快了，他太快。我也有想到他太快了。我以为我讲错了，我以为是布鲁托。怎么学啊？他叫。下一题。那个建议，同时，哎、欸，你很厉害，你还厉害嘞！我喜欢哈特利，你很厉害。好啦，我很厉害啊！啊，然后再出两分，还有5题，我觉得我都紧张了，好紧张哦！好，下一题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小杰里面那个藏，那个藏半藏，不是，我没有说。哦，没有半藏是光头哎。好熟悉哦！哎，这是咒术，这个就是咒术的，不是？有提示哦，有提示哦。超人吗？要看提示吗？我怎么觉得很熟悉，可是想不起来。蝙蝠侠？不是，我们往的方向对了。对了，就是超级英雄。超级英雄龟？不是，我刚刚也想忍者龟，很像忍者，很像忍者啊。提示哦，来啊！哎啊，那个奇异博士。哇塞！我觉得漫威又很难，因为他们很喜欢用美国配国旗配色。对啊，这题比较难，所以我才有做一个就是披风的提示。哎呦，这个提示难昏了啦！你还有机会啊！70-30，我要全对就可以逆转。我如果对3题，我就要真我那个气都不要。下一题，黄妈。
不是，那是花吗？他太快了，你很讨厌呢。因为他的嘴巴啦。啊，太快了，这就认命了吧。嘴巴啦，主要是嘴巴，因为谁嘴巴讲啦。下一题，那个爆红。配色也好复杂哦！哎，可是这个真的蛮容易，这蛮难的。我觉得很难呢，我觉得很难，因为重点是它还有那个橘色，你就想橘色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哦，好，下一题。那个比赛冠军，安西恩的。哦，你先输了，输一秒。我要说 Snoopy 里面的男主角啊，查理布朗。我在想名字。很难呢。我在找他的时候，我先写 Snoopy 的男主角，因为我忘记名字。我们有讲。查理布朗。查理布朗尼。最后一题。那个，龟仙人。哦，我没搞错，我以为是马里奥里面那个啊，那个是库巴，上次考过了。因为发现答对的题目很多都是你跟我讲了，我还是不会知道的。这龟仙人。好强哦！我好强啊！爆好耶！而且我没有看过《七龙珠》哎。好崇拜你！谢谢，哇！谢谢崇拜啊！好了，最后的分数是10-13啦！恭喜小兵获胜，差一点啦！不过我觉得这次的题目好像真的比上次难。方爱答对一些题目，即使你公布答案，我还是不知道。谢谢。这次方爱很厉害耶。我很厉害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下一期就会赢你了。下一次换我出题好了。好，但你好像会输很惨。那我们会在片尾放3题给大家玩，欢迎三小朋友告诉我们答案。喜欢的话，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只要 NordVPN 就可以让你自己清仓的玩心，就可以看到各国的区域限定网、区域限定内容，有够划算。就想要跟黄黄一样，可以存取网域你去的时候使用，就可以来就继续使用。想购买地区限定贴图也是，想购买地区限定贴图。查理，来吧。哎呀，查理吧。这就是我做了之后觉得太难删掉的题。还哦，我们一定 OK。加两分。真的太难了吧，看吧，马特利里面，马特利，哇，这几集删得很好，对啊，是啊，是不是？